洗个玻璃，给多少钱都行。好吧。谢谢小哥哥，谢谢。你小哥哥。天黑如画，这社会复杂。你发现没有？一个男人越努力，副驾驶的腿就越长；越努力，副驾驶的腿就越白；你别笑。越努力，副驾驶的腿就越细；越努力，副驾驶的年龄就越小。所以，努力吧，欧耶！哎呦我的妈！吃个饭能不能把脚放下？啊？啊，说的是你另一只脚。嗯，习惯了啊。你还小，只知道黑丝和御姐，等你长大以后，你就会知道白天正经上班，傍晚做好饭回家等你的女孩子有多香。请按照语音提示完成考试，请扎好安全带。未扎安全带，考试结束，成绩不合格。六号火车，还有六号火车。你坐在副驾驶干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到了，要不要请我上去坐会儿？改天吧，林总。啥？你到家了和我说一声啊！哎，你都30了，就一直不谈对象吗？这不一直没碰到合适的吗？你得试啊！你试了才知道合不合适啊！万一咱俩更方便，没有万一，你滚！我来告诉你，他到底有什么秘密？8090后才知道的神秘代码。800820880020。怎么这么晚？我刚把车给撞了。什么车？一个什么马？宝马。嗯。长这样。严重不严重？我带你去看看。一走错人家嘞。咋的了？妈喝多了吧，吐一身呢。哎呦我妈，赶紧喝口小米粥醒醒酒吧。妈俩喂一口啊，喂一口。妈呀，我尊贵的主人，妈崩着了吧？哎呀，给我主人崩的，这家崩的，哎呀。